送分了吗？你的一走去羡慕了你，你我在一起谁还在等你，我被你迷的每天在想想想想，一起唱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起你，感谢你心引力，麦克风拿起来，这还用讲吗？一起把答案举出来，这不可能不会了。有人不会。好，红不让全对。第二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来喽，越来越难喽。说他妈的四顾相见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教育过你？剩下的海报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，而你是我眼前留下的那一片海。两秒。一秒，请亮答案。莫希多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拼错的，拼错算错，英文不好的，拼错就算错。来，我那边有一个写 motel 那是什么？那个是不要乱写。这一首歌的 MV 好像 Alan 有参与演出，你在哪里？跑去了古巴，古巴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帮宪哥带雪茄回来，没有宪哥啊有，哎，可是我没有拿给你，我忘了拿给你。还说有，还说是拿给宪哥的，我记得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，哎呦，有四位女将也都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写完就盖起来哈，不要被别人偷看到了。大家眼睛不要飘来飘去，你面前都有 GoPro 哦。哦，这首歌好像大家已经出现空白的状况了。有人有空白，有时候会紧张啦。好了，冷静，冷静，来，郭宇俊，先看你的答案。晴天，不是吗？哈？哎，来，那你看一下玉婷，你看一下玉婷，你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吧？正确答案，彩虹，来亮出答案。哇！有，哎，跟你讲，你这种，哦，有不同的答案哦。啊，提前离开，彩虹，彩字 ，OK， 因为。来新加坡，请在新加坡受教育的，所以写错算了，而且 Rainbow 也写错 ，Rainbow 通通英文中文都错 ，Rainbow， 然后你没有写，OK， 有人写借口，哇 ，QQ， 然后有人是空白，立冬你不会，彩虹这个我，哎，你问旁边你山猪，你看，第八张专辑第二首歌，第八张专辑第二首歌，超屌，冰上的芭蕾。请猜歌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，怎样才能留住你的？对不对？很多比较我的歌算比较土一点啊，不要在屋顶哦，屋顶，屋顶。答案都给了吗？叫做好，请亮答案。最长的电影应该就是这一首歌的来由，你们知道原因吗？啊，大家举高哈！最长的电影有没有人知道？哦，长电影。长的 A 片呢？长什么啦？哎，这一首歌是因为当时我跟他讲过一句话。哦，以前有一个喜欢的女生，嗯，然后呢，就听前辈这样讲说，哎，你要把到一个女生带到以前的 MTV 啦 ，MTV， 然后就给他就点那个电影《教父》。哦，那个很长，《铁达尼号》也不错，《教父》《教父》上下集呀。哦哎呦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加起来五个多钟，快六个钟头嘛。哇，六个钟头可以处理很多事，划算划算。我们听完以后，等一下这首歌那么浪漫，它的背景是这样，你确定？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就把到一个女生，看起来好像还蛮愿意的，我们就进去里面，影片一播出来，《教父》他啊，这个我跟以前别人看过了，那边也用不同招，是是是。好，一起来演唱最长的电影，来。再给我2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
一首歌，请出题。中国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，爱又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，远方传来风。举牌，一二三，明明就十二星座，2012年，来一起来演唱，明明就没有错。明明就不喜欢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说。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下一题。啊，周杰伦。周杰伦是什么星座？摩羯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，请问阿咪老师是什么星座？为什么要知道？欸、还真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阿咪老师也是摩羯座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摩羯座的手都很 巧。你知道阿咪老师他弹琴，还有 download A 片速度的。而且还有一个群组，对不对 ？Maybe that's right。正确解答，亮牌。完美主义怎么会唱歌唱忘了？因为刚刚一开始露露有唱，对啊，露露有唱，而且前面还有写那个完美主义。我有看到，对，但有时候一起太熟了就对了。但听说他这个旋律写成周杰伦，周杰伦的原因是什么？忘记了，就是因为他当时写不出歌词哦，就用哼的，没有，应该是文字，应该是文山写不出。杰伦除了他的音乐是我很喜欢以外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文字，他自己写的歌词。各位，世界末日竟然是他写的。对，世界末日是。我是唱完录完音以后，我跟文山讲，哎，文山，世界末日写的不错，歌词写的。他说，信哥那首不是我写的。我说啊，那是谁写的？不可能吧？难道是小马跟红吗？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对啊，他这种蠢东西怎么可能？钟哥，后来一看，作者竟然是杰伦自己写的。天灰灰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越黑，梦未寐，有谁来安慰？我的世界将被摧毁。前奏主曲哦，你要写出来这三首歌前奏是这样，那歌名是什么？来哦，三首。请出题。照顺序。哦，这个简单。顺序啊。过来就干你！我操你妈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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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走吗？走！他没破了吗？他。确答亮出来，三年二班，你竟然写五年二班了、啊？哦，三年，哦，三年二班，几乎都会呢，几乎都会。真的，惊叹号怎么唱？惊叹号怎么唱？我靠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我靠！等等，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将军，将军怎么唱？将军来。
看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是狗，我战报无穷。哦呦，哦呦呦呦，没败呢哈！来，三年二班，给那个山猪唱一下，一边去。这第一名到底有多强？有人向你挑战，到底还要过多少关？不要怕，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。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？不想问，我只想要流一点汗。我当我自己的裁判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们都背起来哦，疯掉了，疯掉了！你看这些歌曲哦，陪伴了这么多人呢，度过他们年轻的岁月，这是会一生啊，真的到进棺材都还记得回忆嘛，对，美好的回忆。对，要进棺材，要扛进去那一刻，突然间，烟抽变得更恐怖，好可怕！要拿进去烧了啦！快点啊！我再唱一首，再唱一首，再给我埋到神殿，埋到神殿再进去。按钮啊，埋到神殿，埋到神殿，按钮没响了就推进去，收起来。老板三分熟，下面一首歌请出题。好，统计数字。什么歌？请亮答案！一二三，好久不见，爹，好久不见，不是吧？巴掌不是刘畅学霸掌啊？啊，错了，错了，这首歌吗？有了，有了，他有刘畅学霸掌。哦，超人不飞啊？这金城武的歌吧？超人会飞，超人会飞。哦，但没关系，会飞不飞都不是这一题。请出题。经过老婆。正确答案分裂，好，一起来演唱分裂 music。好，先不要拿下来哦，拿着。被旁边看到，写完就盖牌，好，写完就盖牌，保护是要自己的答案。一起来看正确答案，一二三，大笨钟，哎啊，有人哎，已经有什么了？啊，什么了？怎么了？雨婷，怎么了？雨婷，好不容易到现在，好，怎么了？写完就发现我们的颜值担当，写完就想到动作要快呀，赶快改呀！雨婷，啊，好，带着麦克风到那边呢。第一题，那你会唱这首歌吗？对，那你要不要 solo 一下？你 solo 一下嘛，出来唱好了啦。请出题。间奏，间奏哦，这个间奏是什么？哪一首歌？
没有很难，没有很难。对，应该不难。好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眼神哦，眼神哦，眼神别瞄哦，眼神哦，真的会抓哦，真的会抓哦，太晚期也不行哦。眼神哦，眼神哦，好，要公平哦。好，一起亮单，一二三。哦，等你下课 ，OK， 好，等你下课。嚯，都没问题哦，全对啦。哇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，不准看旁边。好，有答案盖起来。好，这一题恐怕会干掉一些人。对啊，想一下，想一下哈，想一下，请亮答案。双截棍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回来了 ！Oh my god， 四头落网淘汰的，好，空白的两个啊，空白的三个，好，几位淘汰的请离开。哇，天哪，这一题真的是杀手锏了。